大家好，我是蓝胖。今天我带大家逛一下我经常来的花卉市场。这个市场特别大，主要以批发为主，有些店铺是不对外零售的。我家阳台上的植物、花盆、花架大部分都是这里购买的。刚进来我就发现两个阿姨在买花，一问价钱，蓝木菊5块钱一盆，果然跟着阿姨买准没错。15元一盆的满天星棒棒糖我还是第一次见，10元一盆的洋水仙可是马上要过花期了，15元两盆的四季海棠和10元一盆的长寿花。长寿花现在花期马上也要过了，建议大家秋末冬初再买。5元一颗的睡莲，可惜我家没有条件养它。大片的绩效菊真的好漂亮，还有各种颜色的洋牡丹。3元一盆的角堇，感觉颜色好清新啊。15元两盆的玛格丽特，可惜我家已经很多了。5元一盆的海棠，白色的仙客来好喜欢，可惜他家不零售。今天我还坐上了我心爱的小电车，这里的商家都配有小电车，在不忙的情况下可以送你出去，还帮忙放车上，购买体验还是蛮好的。其实不管本地购买还是网上购买都有优缺点，我家也有网上购买的东西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。有问题留言，有时间我会一一回复，拜拜。